灭掉，要灭掉，一定要拆，他全陕是一定要拆的，我跟你讲。上次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。老子以这种方式处理你，你拆掉了宇文，拆掉你咋不行啊？别带头不见，带头要不起。这不是第一次抓你了哈，你屡教不改，这是。你上学期没有上课？对了，还没学乖呀、啊？我问你，你现在为什么不戴头盔？我就说一步路，你就一步路走路去啊，一步路。哥，你要我怎么样？你现在没戴头盔要处罚。你这样你不给人家添麻烦行吗？请你配合啊。你好个人家，好不安逸，好不舒服。我怎么怎么又要去装吗？你不是搞得人家不舒服吗？来者了。